下载了，带大家去看一下。兔子崽就在这个小棚子里面。兔宝宝就在这里面，戴个手套，不然有别的气味的话，兔妈妈就不喂了。这全是兔妈妈从它身上拔下来的毛。哎呀，看，有11只兔宝宝，全都有的在睡觉，有黑的、灰的，超级可爱，还没有睁开眼睛呢。好肥一只，都很活跃。好了，你们睡吧，不打扰你们了。兔妈妈就在这里，我把兔妈妈和兔宝宝单独关在这个小房子里面的，如果和其他兔子关在一起的话，这个兔妈妈不肯待宰。走了，雪莉，关门，拿回来，豆豆，来，关门，走吧。把这油麦菜撇去吃了，再不吃就老了。这里还有一些牛排骨，今天就能来吃了。看我周围撒的这些花，已经陆陆续续的在开了，各种颜色，非常的漂亮。牛排骨改一下刀，这样好焯水。放点葱姜料酒，大火烧开。好了，焯好水了，捞起来清洗一下。起油烧锅，炒生姜、干辣椒、香叶，两大勺豆瓣酱，两勺黄豆酱，炒出酱香味，加水进来。再把洗干净的牛排骨倒进来，来点老抽、酱油、蚝油，一勺盐，大火烧开，装修好，煮个5-60分钟。不要得了。香喷喷，丢点菜进来，软烂脱骨，香辣味十足。
来个大的。这大骨头啃得相当过瘾。再来一个，这个骨头都煮掉来吧，直接吃肉都吃饱。